Hello， 台湾的朋友晚安，跟你们喝一杯好吗？刚刚在网络上看见有一句话，哎，很 touching， 就是很感动我，就是说通过痛啊痛过之后才会体验喜悦的感，真正的喜悦。对了，谢咯。啊，有时候如果你现在很痛，没关系，有一天你会好像我现在这样子，真正的喜悦。哎，原来有需要一个点，你没有这里就不知道这里是多幸运多开心。现在我懂，哈哈，感恩分享给现在可能在这里的人。哎，相信我，不是相信我了，相信你自己。有一天你会在这里，哎，在这里。好了，祝你们轻松、快乐、自在，拜拜喽。